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用的这几味药药性都非常猛烈，搭配在一起更是凶残，可能会比失月更折磨人。岳长老，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在服用百草萃的情况之下，若是再吃了十月，还会中毒吗？百草萃对十月无效，你若是吃了十月，也一样会中毒。有一点光。